前陈立伟蔡正元有提到说，在士林大同区要举几败你，国民党内只剩下吴碧珠县议长，你怎么看？我认为吴碧珠议长，那是我们议会每一位议员都尊敬的前辈，而且吴议长已经宣布退休，我们就不要再去叨扰他。哦，吴碧珠议长非常强，不论过去在担任议长的时候，他发挥的哦调和鼎耐的啊协调各党派议员的意见，那么他的能力很强。那在问政上也是，在服务上也是，哦，但是吴碧珠议长有他自己的生涯规划，我们很尊敬他，尤其在他要退休的时候，那我们每一位议员都有去关心，有去表达对吴议长的这个怀念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尊重吴议长他的看法。那么，所以我希望对不要去哦，不要去骚扰吴议长，不要去叨扰他哦。